琴行了。报告员长。是的，没错，这个外表普通、个样傻傻地的女仔叫做胡咏瓜，同她熟的人就会叫她做阿瓜，但在学校里几乎所有人都叫她全名。由于她的性格是属于三分钟热度，做任何事都很容易放弃，所以令到她没什么叻，莫说专长，她连自己的兴趣是什么都没搞清楚，对着一个未知的将来，不多不少都有点害怕。不知道胡咏瓜会不会为他的人生作出改变呢？今天真的黑了，又被人闹了。唉，我都是回家算了。咦，阿女，翻嚟啦！吓，阿妈。阿瓜，你个样做咩咁灰嘅？唉，我今日啱啱先俾 Miss Chow 闹完咋。吓？点解嘅 ？Miss Chow 当住全班操所啲成绩出嚟，又话我唔去摄影学会嘅 meeting， 成日做嘢冇恒心，得个三分钟热度。唉。唉，阿瓜，其实我觉得 Miss Chow 真系闹得你好啱。你有冇谂过由细到大，你有边样嘢学得成噶？细个你话想学小提琴、大提琴，仲有唔知咩沙取木鱼，仲有生活铁。你有冇谂过你冇一样嘢系学得精噶？嗱，你一堂嘅钱已经够我食十餐八餐噶啦。我时时为你食平啲啲。都是想你暖一点，但你就做个大嘥鬼。我有上中学，你就说想入小学会，不过没想入就做。我以为真的恒心帮你学摄影，谁知又被老师教你，说你不去小学会。阿瓜，做事是要有恒心的，你要有点耐性去完成一件事，你要有 action 的，得个讲字有鬼用咩？喂，女，唉，呢个女。哎，阿哥我回来了。哎呀，怎么不错的？阿哥，没事啊。哎，我今天在学校刚刚才被 Miss Chow 闹完咋。回来又被阿妈闹，他两个都说我做事没恒心，得个三分钟热度。阿爸我阿妈没用，什么都学不成。其实呢，阿哥，阿爸就这么认为的，做事就一定会有挫败。不过你又真的太容易放弃了，次次都三分钟热度的，梗是失败啦。我觉得阿瓜你做事呢，应该要有恒心，不要得把口，一定要 take action。 你看这幅相是你之前拍的，角度几靓。其实我觉得阿瓜你拍相是有天分的，不钻研一下就真的浪费了。如果阿瓜你真的想再学习摄影的话呢，我有些神秘的东西给你。你去我间房上面那个柜，你就會見到一部相機㗎啦。不過咧，好好你諗下啦。Yes， 揾到啦。唉，好悶啊，打得俾阿煙先。Sorry。喂，阿瓜咩事啊？唉，我好闷啊！你可唔可以落嚟陪下我啊？咦，你把声好似唔系几开心咁喎。好啦，我而家即刻落嚟啦。Hey， what's up， 瓜？你可唔可以陪我去转男生位啊？吓，咁急都 OK 嘅，咁行啦。
啲 pictures 全部都 out full 嘅，而且又唔啱 Rachel 喎，你到底 carry 唔 carry 到噶？梗系啦，佢摄影好啊，主席，一定影得好过我噶。唔好咁啦，佢都系想帮你啫。你而家即系话我妒忌佢啫？咁又唔系嘅。我都系唔影啦。喂呀，等埋我啦。咁快我都系唔影啦。吓，咁你有三分钟要到啊？吓，咁我影嚟影去都影得唔好，影嚟做咩啊？但系你咁难得先拎翻起部相机，唔通你想入半途而废啊？你咁样做对唔对得住你阿爸？对唔对得住你自己啊？吓，咁我可以点啊？话晒我真系摄影好嘅 ，care person 嘅 ，I think I can help you。点解影嚟影去都系咁蒙噶 ？Well， 其实影相有好多嘢要留意噶，例如光圈啦、景深啦，同埋快门嘅速度。吓，咩系光圈啊？咩系景深啊？嗱，光圈咧。